欢迎收看牛舌频道。我们今天呢、要带大家喝饮料。这家呢，我正好看它的标题是写说啦，阿嬷怕你饿的饮料店。这是它的料非常非常的多，咀嚼系列啊，让你吃到饱起来。我也是经过这里排队排到外面来，没错。他可是现在不知道是退烧来是怎么样的，有可能。不然我们看一下，在那家无名哦，也有可能现在这个时间呐、人比较少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我们要试试看呐、哇，哦，终于买好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啊，好了，我们买好了，我们在暗巷没什么人的地方先喝喝看好不好喝。它味道不能调我感觉看起来蛮普通的，老实讲。对，老实讲，这样150块，料也不能调，甜度也不能调，冰块也不能调，什么都不能调，就长这样子。好了，喝喝看，喝喝看，只卖一种口味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龟背酱。他们的酱哦，怎么卖一个不相干的？对，喝喝看，喝喝看。想要跟他讲一下，它下面还有很多寒天呐、所以一颗一颗的那种。寒天是中药、不是不是、那种寒天果、有没有吃过 QQ 的？有些饮料店有，在5块10块钱就有了。它是寒天加仙草。我觉得啦，很普通，不好意思。所以它退烧会那么快，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在。对，较为普通啊，真的。而且又没有其他的选项，这种东西应该不是属于大众会比较常买的类型。因为有些店其实你每家店，其实你跟他讲说你要这样配，其实配得出来啊。搞不好阿用喝有不同的感受，请阿用喝喝看。我刚刚摸了它一下，其实它没有到很冰啊，微冰的状况啊。啊，上面有写哦，你看。最佳赏味时间是30分钟啊！我们刚买5分钟，快喝快喝！一直说要赶快喝掉，趁现在是最好喝的时候啊！对对对，喝看看。以示公平啊！怎么样？所以喝起来会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喝杯乐的那个水准啊！杯乐不是我在嘴他，我觉得这真的有点普通啊！普通就是你说要下次再来买，我真的不太会再考虑啦。因为这些料可能是比较基本的料啦，基本的，对啊，那跟我想法类似啊。如果有想要来体验看看的也可以啦，但是我是觉得有经过再来买就好了啦。不是说它不好，是可能外面真的配得到，真的完善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那这家店只有一种口味啦，所以这篇有点短。也是介绍给大家啦，给大家参考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觉得普通啊，搞不好有人觉得，搞不好有人喜欢这一味啦，搞不好有人觉得超级好喝。那我们这样做个收尾好了，来，这一间呢、就介绍给大家。水准的话，我们觉得是普通啊，外面可能就喝得到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的影片差不多这样结束了啊、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你看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，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